盖世英雄陈子龙。来自中国安徽的陈子龙，身高182厘米，体重85公斤，臂展180厘米，河南省散打75公斤级冠军，当前职业战绩13胜6负，3次 KO， 红方选手陈子龙。长腿闪电安德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安德雷，身高190厘米，体重85公斤。2014至2015，连续2年香港巴西柔术锦标赛冠军，2016 KFT 75公斤级冠军。当前职业战绩15胜2负，5次 KO， 蓝方选手安德雷。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next bout of the evening. 33 minutes rounds in MMC 85kg divisio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90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85kg, age 21, with a fighting record, 15 wins, 2 losses, 5 KO, fighting out of Kazakhstan. I give you Angela Pipilovo.Now,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82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at 84kg, age 25, with a fighting record, 13 wins, 6 losses, 3 KO, fighting out of China, sending Chen Zilong. 场上裁判孙浩东 ，the referee about the fight, Mr. 孙浩东。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 MMC 战神录世界格斗冠军赛，我们在中国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为您进行全球同步直播。
现在场上进行的是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七十五公斤级由安德烈对阵来自于中国的陈子龙。那么安德烈呢是21岁，1.90米的身高啊。我决定把他奉为今天的秋裤男神。好的，安德烈，哇哇哇，这几拳非常重啊。一套组合拳非常棒啊。安德烈已经非常好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臂展优势啊。是的。非常准，并没有时机把握的非常准。安德烈是发挥出了身高优势，他的臂展其实并没有陈子龙要长。是的。但他刚才居然打出了臂展优势的感觉。这几拳给的非常好。好，陈子龙是一位泰拳选手啊，从他的战架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善用膝腿，但是安德烈的拳很重啊。组合拳加膝非常棒。好，膝撞，哎，这背后一击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太好。啊，裁判示意说箍颈之后连续两次顶膝了。子龙也是一位泰拳的选手吗？为什么要前腿虚抬的这种动作？没错，他是有过泰拳的学习经历，而且他之前呢是在武校待了8年。是的，哇，对，哇哦，这套旋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刚才安德烈的拳啊，真的是不重啊，就陈子龙的拳打不重啊。哇，这个转身鞭腿做很棒，因为安德烈手长脚长身高，是是是，他在这些方面确实是看起来打得游刃有余。对，虽然陈子龙臂展也长，但是他个子不够高。是，好，对，前后手，但其实还是归根到底还是对于节奏的把握。接腿摔，安德烈的裤子上写了激怒两字啊，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愤怒呢。哦，一个前后手时机把握的不错啊，击腹后手非常灵活啊。第一回合还有10秒钟，十秒钟，转身后蹬，哇，这个这为陈子龙呢要主动一点。哎，是踢裆了吗？哦，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接下来这一回合，OK， 第二场比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啊。刚才对安德烈没有什么影响。是的。子龙是否要加强一点移动？现在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泰拳的战架报价。哇哦！后手拳打中。前手。后手，哇，后手又重。安德烈整个的背部的肌肉调动特别好。哇哇，连续的组合拳。红方选手现在显得有点被动。两位的年纪都非常年轻啊，安德烈是只有21岁，那么陈子龙呢是只有18岁。
他的真的是十八岁，所以说经验不是很丰富。哇，这个、高扫上头。刚才教练在旁边给他指导的时候，他还扭头看了一眼教练啊，哎、这个是不是很专业的行为？别看我啊，对，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后手，安德烈的专心比赛。对，其实有很多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教练的说话他是听不到的，嗯、因为太专心了。不要被教练的话所，也不是说被所影响吧，就是因为他本来年纪还小，在很多大赛上没有经验。哇，这个膝，顶膝接了一记前手拳啊！前手，方是加强了移动。哇哦！高扫，有一点懵了，他现在有点懵，读了一个八秒。嗯。好的，比赛可以继续。不可以了吗？刚才那一记高扫确实是很重。哇！好的，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TKO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啊！是除了格斗少女之外的第一场有这个 TKO 的比赛，很棒，非常棒。安德烈拿下了轻松。哦，已经跳起了舞，哇、哦，表现力也很强。恭喜！高扫非常的棒。Fight has come to an end after 9 seconds, the second minute in the second round. By TKO, your winner from the blue corner, Angela!有请启迪协信集团重庆公司文化产业负责人王宇路先生和泛华体育赛事运营部总经理崔华兵先生为他们颁奖。从身形上来看，陈子龙还是比较吃亏的。他的对手呢，身高臂长。那陈子龙只有25岁，今天打得非常的果敢，相信他一定从哪里跌倒，而且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再来把掌声送给陈子龙，恭喜 Angela。好的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颁奖嘉宾，掌声送给 Angela。
My name is Andre. I'm from Kazakhstan, 20 years old, and I'm very proud to fight on this competition in MMC 2028. My opponent was very tough. I can feel it, but I was really ready for this fight. I was very prepared, and I just showed my best. That's why I finished my opponent in the second round. And just thank you everyone, and thank you my team, Invincible. Today, like, a lot of guys come to support me, and I'm very happy. How to say? 就是可能技术不到位吧，然后对手的那个优势也比较大，然后我可能就没有发挥我的长处，所以说回去多加训练。那你觉得通过这场比赛，你可以？